告诉你的外国朋友 ，This is our culture. This is our culture. 这就是咱台湾的文化。This is our culture. This is our culture. 怪有波比呢吼。戴王爷走金钟红毯，连夺两奖，宝岛神很大英文金句，网友还翻模仿。那时候我们在上山的时候，我们是半开玩笑的说，如果我们入围金钟奖的话，我就带你走星光大道啊。哇，结果就也不能用一语成谶。第57届点石金钟奖，台前三尺有神明，三立节目报道神很大，请神明到场加持，就有自威武，连夺生活风格节目奖、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哦。恭喜，报道神很大。特地感谢白沙屯天德宫邱二王爷特地来到现场帮我们做加持。我时常在想，我们做这个节目到底要带给人们的是什么，在今天我终于找到答案，就是认同。观众对这个节目的认同，台湾人民对自己生长土地的认同，世界对华人民俗文化的认同，大家可以很骄傲的站在每一个民俗场域，绕境、进香、迎王、海巡、奏酒的现场，告诉你的外国朋友 ，This is our culture. This is our culture. 这就是咱台湾的文化。怪有波比呢吼，赞！他刚才讲了一句话，我真的印象很深刻。嘿、This is our culture. 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，得奖的是喝大宝，喝彩要宝岛神很大。要写好一首歌，无论是什么情境的内容。感谢提点奖神明，来，首届我们来一个欢呼好不好？我画台湾，你画金哦，台湾金哦，台湾金哦，台湾台湾台湾金哦金哦金哦，谢谢，我是柯大宝，我是主唱，谢谢。This is our culture， 金句不止感染全场，连 PTT 乡民也跟着留言。儿子王爷是哪一间打这么猛哦？王爷又投着票喽？难道起源后面也有很大一尊呢？是的，拿下人文纪实节目奖、自然科学及人文纪实节目主持人奖、一般节目类剪辑奖的南岛起源，同样神威显赫。这是我第一次主持节目，第一次入围。不小心第一次得奖，我一切太多太多的 surprise， 我完全没有心理预备。我们是一个国际团队，我们讲的这节目是在讲台湾是所有南岛起源，也是所有南岛族群的一个祖先。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，大家可以好好的认识台湾这块土地。那并且我也呼吁所有的原住民的孩子要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，我也希望。我也希望台湾这块土地的，所有的台湾人可以好好认识台湾原生族群。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岛国。透过这支片子，我希望大家好好的相亲相爱，不要再吵架了。谢谢。